我有很多爱好，喜欢学习不同的才艺和技能。就好比每星期天，我都会参加棋艺班和烹饪兴趣小组。这两个活动让我学会冷静思考，培养自理的能力。每星期五，我还会到画室画画儿，不但可以陶冶性情，而且可以培养我对艺术的欣赏能力。我的课余时间虽然忙碌，我却认为这样的生活既快乐又充实。